呢一個是一個 joint course 啦，咁呢個 course 咧係為我哋 animation major year two 嘅同學去設計嘅，咁所以我哋會特別針對人物同埋空間嘅繪畫，因為呢啲技能咧就對於佢哋之後做 character design 啦、storyboarding 啦，同埋 concept presentations 都會好有幫助嘅。咁今日我哋就做緊一個空間繪畫啦。怎樣將一個三維世界畫落紙又好，而家我哋用 iPad 又好，都是一個 2D 的平面嘅畫面。咁當中其實有不同的方法，即係無論用傳統 linear perspective 或者 parallel projections， 咁其實我哋都會試嘅。點解要試咁多不同的方法呢？就是想同學知道去咁樣去轉嘅時候，佢哋個表達。可以建構的故事世界咧，係會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同埋空間。希望他哋可以在冇 model answer 嘅情況下，但係又有啲框架去參考，喺之間揾出自己的一個風格同埋創意。